知道有一份日军的秘密计划吗？你可以找刘美娜，虽然她不说，你也不问，但是她还是会告诉你很多其他的消息。还文件。等着，我去上完厕所回来给你办手续。你帮我守着这个门，我帮你去找。美娜，美娜呢？她去上厕所了。那我等等她啊。